北华大学是中国一所融研究生、本科生和继续教育的综合性大学。办学始于1906年，至今办学传承105年。学校是中国教育部教学水平评估优秀院校，现有经济学、法学、教育学、文学、历史学、理学、工学、农学、医学、管理学等71个本科专业，116个硕士学位授予点。学校有1个医学部，31个学院中心，全日制在校学生22448人。北华大学坐落在中国东北部的吉林省吉林市。吉林市位于长白山山脉，是史前文化发源地和满族重要发祥地之一，风景秀丽，文化底蕴深厚，是中国魅力城市。同学们来到吉林，可欣赏到中国四大自然奇观之一的吉林雾凇，世界石陨石之王吉林陨石，国家重点风景名胜区松花湖，亚洲一流、国内最好的滑雪场北大湖滑雪场，以及朱雀山动植物园、哥特式建筑天主教堂、高句丽古城遗址、乌拉古城、吉林文庙、北山古庙群等独具特色的自然人文景观，更能感受到汉、蒙、朝等多民族风俗，是体验中国文化、学习汉语的理想之地。凭借优越的自然环境和丰富的资源，2005年，吉林市被世界著名财经杂志《福布斯》评选为中国内地最适宜投资设厂城市。吉林市是标准的普通话语言区，而且物价较低，留学生们在这里学习生活，既可以学到标准地道的汉语，又可以免去很多经济方面的后顾之忧。北华大学从1984年开始接受来华留学生，是中国开展来华留学生教育比较早的高校之一。目前，学校是中国政府批准的中国政府奖学金、孔子学院奖学金、吉林省政府奖学金和临床医学英语授课学生来华留学目的院校，有来自美国、加拿大、韩国、日本、俄罗斯、巴基斯坦、蒙古等40余个国家和地区的500名留学生，在北华大学20多个硕士研究生和本科专业攻读硕士和学士学位或学习汉语。学校设有对外汉语教学中心，为来华留学生进行汉语教学。学校为来华留学生提供硕士研究生、本科生学历教育，除临床医学英语授课专业用英语授课外，其余专业用汉语授课。学校实行学分制和弹性修业年限，学生完成所学专业规定的课程和学分绩点，达到毕业要求，颁发北华大学毕业证书，符合学位授予条件，颁发北华大学学位证书。学校还接收汉语语言生、普通进修生和高级进修生，结业后学校为其颁发结业证书。学生入学后同中国学生享受同等的教育，可利用图书馆、实验室、微机室等各种教育资源。留学生与中国学生逆同上课，达到一定规模，根据需要可单独编班上课。学校为外国留学生提供良好的学习、生活和娱乐的条件，有独立、教学设施先进的对外汉语教学楼，有可容纳600多人住宿的友好会馆，设有双人标准间，内有独立卫生间、电视、
电话、网络接口、衣柜、写字桌等。每层楼有免费公共洗衣间、公共厨房、留学生自习室等，还有商务中心、网络室。留学生餐厅设在友好会馆内，可以满足不同国家留学生的就餐需要。学校还设有健身房供留学生锻炼。学校经常举办各种各样活动，丰富外国留学生业余文化生活，组织外国同学旅游去领略美丽的自然风光，举办中国歌曲大奖赛、汉语角等活动，提高学习汉语兴趣，举行中国书法剪纸比赛，学习中国武术去感受中国文化，与中国同学进行联谊，增进中外同学友谊。北华大学欢迎外国留学生来我校学习。